蓝枪吧，嗯，打个蓝枪，应该多兰顿的打蓝枪，带错了，没事，这么地儿吧。怎么都在玩建模？现在建模狠呢，那可不都在玩建模，狠可不玩。拔刀吧，小翅膀长出来，打蓝枪一定得退线，因为这小子就是退线的，他如果一直推我们会很难受。一段扣打到二段扣，三段扣走呗，这能炸到我穷途末路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要干嘛？我们升二不用害怕， QE 没中走位。哎呀，这也能炸到我，QE 哎，一走，怎么感觉这个蓝枪的 Q 好像范围比平时蓝枪的 Q 大呢？把药吃了吧。这QE 二段扣 A 一下，三段扣 A 一下回来。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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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上来点烟扎链住，一段扣 A 一下，二段扣我们黄鸡来了，三段扣扎一刀一走，你来黑子的 OK， 等我们 E 下去啊。哎，为什么没银头啊？那螳螂银头不是我的吗？那打工银了，我打工银打工魂，哎，早回家。你感觉这个版本建模很脆，那你感觉错了，兄弟。建模可不脆。先来个燃烧宝石，捡捡我们的西地。同时还能出一双皮鞋，省得追不上蓝枪。控一波线儿啊！蓝枪上哪去了？不见了。抠了回来，等个两秒钟直接上。等个四秒啊，
他现在是五级。哎，烟雾弹用了，可以。哎呦我操 ！QE 直接开大，二段 Q， 链柱扎一刀，三段。哎，我不敢相信啊，这都没蹬回来。我是真是没搞懂，这都没蹬回来。什么东西呀、啊、熟练度不够，这跟熟练度有什么关系？哇 ！Q 一连链儿。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 套点盐，死了可以接受，一换一这波，来个875，咱来个小药瓶，这波一换一还行，啊，还可以接受。我平 A 的时候不按 S 取消后摇，没有人会那么费劲按 S 取消后摇的，没有人操作那么细腻的，你放心吧。来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这波可以杀啊！他没有大，我们这波有大，把线控住，看他上哪去了，找找他啊！不能让他去打峡谷去了。一段 Q 链柱扎一刀给大招，二段 Q， 三段 Q 一走，这怎么里边螳螂来这么快呀、啊？我操！我感知到了螳螂要来，我却没感知到他来的这么快。你这还一 Q， 我是真没想到，兄弟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就螳螂这个英雄啊，每把都能切得来。蓝枪有双 buff 了，挺好。看能不能把这双 buff 蹬回来啊、哦，拿回来给他。死刑宣告，等个十秒钟有大灭啊！稍等一下，扣一二段 Q 扎一刀链回来，三段 Q 先吃个药，别着急，先别急。哎呦我操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！不行，得先来个布点鞋了。
关键他第一波给我打没了，你知道吧？像打他这种英雄不能打一波，得打两波。下波他有大，但没红还好，就怕他有红 buff。三个头，一个头，试试看吧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扎一刀，三段扣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，小伙子。这波我有点烟，你没有点烟，还敢如此之皮，我是没想到。我们这波没办法回家，因为他吃了我两层塔皮，如果我这波回家，我相当于白杀他。先回家，出个小木锤，差了400块钱科学战斧，等科学出来就好了。行驶，我们已经很右了啊，这波如果跟他打还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得打两波，不能打一波，打一波我们打不过他，硬打一波他这波有点烟，我们没有。三段扣不用了，注意，哎，慢慢跟他打啊，一波一波打，别急，慢慢一波一波打，咱就慢慢耗，直接上链柱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一连扎一刀，平 A 再 A， 他打这种特别右的人不一定能打得过，你知道吧，只要我们那个布甲鞋出出来了，其实就好打了。链儿，赶紧把他塔给他推了，这个英雄不推塔不行。好，推完塔回家呀，这皇子打个野，人压一级还出星石呢，星石哪能行啊，科学战斧，出完科学战斧出死亡之舞，这把回上路，这个线儿不能给的，这波就别用E了，推塔推的这么快呀，
看看峡谷有没有在打啊？一波中路，这一波去一波中路，支援一波队友。先扫一下，看有没有眼啊？行，全死，直接开大来。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 闪，扎一刀链柱，先杀奶妈，再 A， 和血战斧 A E A Q， 死了。维恩死没死？还行，啊还行。刚那 Q 闪，维恩没站起来，正好跟我外圈。维恩站起来，我估计可能死不了，还能扛一波。不过我们家刚才这波算打赢了，还可以接受。这把这么出啊，科血15，皮海九头蛇，反甲振奋，这队友怎么干起来了呢？零换三，不等人。看这维恩什么装备吧，海妖的话就一般。走，回上路收兵。收完这波兵，我们下来小龙。马上到啊，这条小龙得要。呀，黄鸡把维恩杀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这边别急啊，看看怎么说。这没法上，直接开大招 ，QE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，先杀奶妈，链住三段 Q， 过来杀蓝枪 ，A E A， 吃药，平 A， 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人呢 ？A， 和血战斧扎一下，一过来，你跑，我一出来，链住呀，一段 Q。二段 Q A 一下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让我扎一刀，你给我死，回血，死亡之舞，给我瞎当了，我还能被瞎当呢？我这边杀了三个啊，所以被瞎当了。给我瞎当了，来个九头蛇，九头蛇先不出提亚马特，先出这个，捡捡西地。螳螂下路，哎，这个奶妈不杀，右边有螳螂，不能去了，这个位置不能去了，但我有队友，扎一刀链住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E，
别急啊，这奶妈可以杀，奶妈闪现了，打两个闪不错。直接跳我脸，来，我们直接过来啊，来跳弹下来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扎一刀链。还是打赢了，挺好。这螳螂还挺能跑啊，能定住不？哎，漂亮！没多少钱，这螳螂其实。我只能跟你们说，他们家打的团战就是一坨屎。我是天降魔神，还行，杀一个。可血战斧忘用了，忘可血了。早上起来稍微有点神志不清，忘用可血战斧了。哎呀，这波可血战斧应该能回他个一千多，我估计。排队掏死了一个扣，这你给他放跑了。俺们家这个红就给女警了啊，就不要了。妖精在这里啊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我操！哼，这都敢往上踩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把小龙打了吧！哇，沙漠皇帝！先来个贪欲九头蛇啊！出完以后，我们出个反甲。这两个人可以杀，彩夹。先把这眼儿排了呀，可以挡下人儿啊，别着急。可血老不用就离谱，刚才他妈的可血战斧放 Q 的时候不让用，你能不能自己先去看看啊？还老不用就离谱，我看你离谱。那可血战斧放 Q 的时候不让用，不知道吗？刚才放地三段 Q 的时候怎么用可血战斧？耶，打龙！我不上，保一下女警。练，我们打小龙，一段 Q。二段 Q 一可血战斧扎一刀，三段 Q 一过来平 A 平 A， 队友呢？小死一波，龙没拿到。哎呀，其实这也正常，基本上你们家拿到第三条龙以后呀。没有第三条龙，我以为我们家都三条龙了呢，才两条龙吗？可以大龙做做文章了。
试一试大龙做做文章。这如果是这个皇子，我估计龙要被抢。你看这皇子最后一丝血，惩戒完剩一丝血，看着吗？剩一百多滴血。我打个蛤蟆，一上来挡一挡，可以。上个维音是吧？维音不好杀呀。像维音这种英雄有意义，不好杀。哎，他还敢点人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俺们家女警射程比他多这么多，他还敢在这点人？我咳血战斧，你跟我打，开大招一段 QE， 二段 Q， 我上了，往后拉一拉。